在这里呢，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最具温暖的直播间，温文尔雅来送给大家，不急不躁，不争不抢，一颗平常心来面对着咱们每一天的欢乐和快乐。谢谢点赞的家人们，受累家人们，受累受累啊。人家都说万事开头难，咱们又重新启动了一下，所以说刚刚这个开播，希望大家能够给个支持。没有关注主播的话，咱们点个关注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既然进了一家门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所以说希望家人朋友能够给个加油，给个支持，给个鼓励。像唐僧吗？家人们，像的话能不能来一波666来给支持一下？如果感觉您面前的主播像唐僧，咱们就来一波666来给加个油好吗？谢谢我们的雅明居茶行，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。待会儿人到的差不多了以后，咱们出去降妖除魔去，家人们啊！今天下午咱们也赢一把，比唐僧帅。感谢您的夸奖，谢谢这位好朋友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兄弟姐妹们，咱们一起来，咱们来波666互动一下。咱们如果没有加入粉丝团的话，咱们点个关注，加一个粉丝团。谢谢朋友大家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不管前方是悲是苦，我愿承受一颗福，一个人不会孤独，因为我心还有佛祖。寂寞时候对他讲述，他会让我一一领悟。啊，慈悲的佛祖，克服一切我才领悟。谢谢点赞的家人们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啊！佛就是幸福，唐僧才还会泡妹子。哦，谢谢你的夸奖，感谢感谢。背景音乐是什么？我佛慈悲。背景音乐是。玉帝哥哥，我打板石是的，相哥，你帮我打个板石好吧？我跟别人约好了，刚刚约好，哦、我现在准备连过去，我晚点连你，好不好？你先忙，你先忙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其实我特别想连你的。好嘞，我一会儿连你啊。哎，嗯，81年同年的，是咱俩是同年的。默默的为苍生祝福，才是一片光明道路。四妹小号，这个四妹小号是谁啊？大哥，咱没有连过呀。四妹小号，我来找找他啊。四妹小号，哪一个是四妹小号啊？每晚8:30开播是这个吗？帽子拿了，帽子拿了啥意思啊？让我摘了帽子啊？干娘晚上7点开播，对，晚上是7点开播。西门庆，为啥要西门庆啊？因为我心还有佛祖。寂寞时候对他讲述，他会让我一一领悟。啊，慈悲的佛祖，克服一切我才领悟。哥呀，为啥要演西门庆啊？从不觉苦，我心想你忘了吧，就是幸福。我忘了呀。啊，慈悲的佛祖，我愿跟随你的脚步，默默地为苍生祝福，才是一片光明道路。哎呀，哥好，今天这么喜庆吗？哦，阿尼哈西尤。哎呀嗨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太喜庆了！今天哥哟，
咱俩今天玩个啥呀？啊、这是你这是干啥呀？你这是？我这是这不是准备上花轿了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今天呢，唱个大花轿吧。啊，行，好不好？行。太阳出来，我爬山坡。爬山坡。哎。爬到那山坡，我想唱歌。行，这两天怎么老是找不到你呢？我也是，这两天我怎么找不到你呢？那咱俩玩点啥？你说。咱俩玩个站站加尾数，加总数，行不？打三样。没问题。啊、嗯，可以。两样获胜就算赢，好不好？输了干啥？输了我先给你埋个雷，待会儿再说输了的惩罚，行不？漂亮，可以。好嘞。五分钟就够吧。五分钟就够。你多少赞？我现在是，我看一眼，24。24万赞。24万赞、嗯、是吧？对。我现在是，我看看我多少啊？我现在是20000。好嘞，那咱就开干。好嘞。你这重连我一把，哥。重连你。哎。这不准备露脸了今天？我待会儿露，我先表演个节目。好，闭麦了啊。哎，好嘞。兄弟姐妹们，咱这一局打的是点赞，所以说大哥大姐们，咱们一起把小赞赞能不能给赞一下？兄弟姐妹们，咱们一起来赞一赞。小赞赞赞起来，看看能不能咱们赞到50万。4分钟，看看能不能赞到50万，哥哥姐姐们，我们的点赞赞起来，家人们一起来帮帮忙，点点赞。有条件的大哥大姐，咱们众筹一下眼镜和礼花筒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谢谢点赞的家人们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辛苦大家。我们的小赞赞一直来赞一下，有眼镜的话咱们帮帮忙来助力一个眼镜，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我们有眼镜的话咱们助力一个眼镜，我们的小赞赞一起来帮忙赞一下，感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，谢谢。现在是60000赞，家人们，60000赞。有条件的大哥大姐，有眼镜的话咱们送个眼镜，有热气球的话咱们放飞一个热气球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兄弟们，咱们一起来动动发财的小手指，一起来点点赞啊，一起来点点赞，一起来点点赞。对，点赞尾数还有总票。欢迎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欢迎大家。大哥大姐们，咱们送一个小心心，完成咱们的加成卡就送一个小心心，谢谢这个大宝哥，感谢你的支持。我们送一个小心心，完成咱们的加成卡，家人们就送一个小心心，还差20人，家人们还差20人，送一个小心心来给支持一下。完成加成卡，兄弟们，咱们的点赞不要停，感谢大家，还差5人，还差4人，小心心，家人们，感谢朋友们的助力，咱们的点赞已经达标了，哇，咱们的这个粉丝牌已经有了，粉这个加成卡。我们现在有加成卡，家人们，现在有加成卡。加成正式开启，兄弟们，有眼镜的话咱们送个眼镜，有热气球的话咱们送个热气球，大哥大姐们，咱们一起来帮帮忙往上顶一下。现在咱们有加成卡，哥哥姐姐们一起来助力一下，谢谢朋友们。咱们的点赞不要停哦，点赞不要停。有眼镜的话咱们送个眼镜，有礼花筒的话咱们众筹一个礼花筒，现在咱们有加成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追上去的一个机会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欢迎盛莲娜姐。
感谢家人们，感谢感谢。现在咱们有加成卡，家人们，现在咱们有加成卡，谢谢大家帮忙加成，谢谢你们。点赞不要停，家人们，点赞不要停。欢迎我们的恋花飞舞，谢谢我们的用户970，感谢。没有抖币了，没关系，点赞就可以，点赞就可以。欢迎我秋姐回家。完了，家人们，感谢盛莲大姐的支持，谢谢大姐。有希望，家人们，还有20多秒钟，咱们一起来守一下，家人们一起来守一下，人多力量大，咱们拿下一局，哥哥姐姐们，感谢感谢感谢，一起守塔，一起守塔，家人们一起守塔，一起守一下，一起守一下，感谢亲情号，谢谢秋姐守住，家人们，谢谢我们盛莲大姐的支持，谢谢大姐，加油了兄弟们，再努力一把就赢了，谢谢亲情号，感谢兄弟们的支持，谢谢家人们。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能够拿下，家人们，咱们点赞是点了18万，感谢盛莲大姐，谢谢我们的秋姐，谢谢亲情号，谢谢大宝，谢谢用户970，谢谢恋花，谢谢小桥流水，谢谢亲爱的，谢谢丽丽，谢谢天津，谢谢所有上榜的家人们。差一个保时捷，对，是的，龙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有你，我的家人和兄弟，千言万语在心底留下了。尾数输了，谢谢家人们，对，尾数是输了，点赞再来吧。我们再猜是，我瞅一眼啊，35，刚刚是多少？24，那就是11万呗。对，我们点了18万，你们点了18万，对，我们现在是20万，哦，那你两项赢了，那我还是个输。咱们表演节目吧，行呀，拿下。哥，你说表演个啥？你就给我们唱一首陕北的歌曲吧。陕北的歌曲呀？对。好，陕北的歌曲我得泪蛋蛋掉进北北里，穿这个衣服还挺像，是吧？嗯，行，我扮上啊，哥，扮上，咱们听一下啊，我也扮上吧。兄弟们，咱们来一段泪蛋蛋掉进北北里。哎呀，太喜庆了，太美了。俺叫魏淑芬，今年28岁，未婚。有没有看上我的哥哥？好，早起。妹妹，你开始唱吧。哥哥。妹妹。我的哥哥。我的亲妹妹。哥哥呀，亲哥哥。酒瓶瓶高来，酒杯杯。这辈子咋就爱傻哥你，一次次的短袖你不回，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，
酒瓶瓶倒来，酒杯杯碎，劝半夜喝酒啊好半夜醉，梦见那哥哥你亲我的嘴，抱着那枕头我当成个你，妹妹你去了哪儿啊，你让妹妹好找呀，不是风里雨里都找不到你呢。我去了山沟沟里。你在哪个沟里啊？在一个最深的山沟沟里，咱们只能通过歌声来彼此相传递真情。哥哥妹妹，哥哥妹妹，你快从沟里面出来吧。你唱的真好听啊。谢谢哥哥的夸奖。我不是去放羊了吗、哎、走着走着就给走迷路了。小马哥迷路了呀哥呀。对，那你咋不给我打电话呢？那手机你不是带着呢吗？哎呀，这个手机啊在山沟沟里没有信号啊，打不出去。哎呀，我说咋没有信号呢？你还拿着大哥大呢？欢迎一路哥回家。大哥大是不是没有信号啊？对呀，就大哥大现在到位，人家现在都是5G信号。哦，我说呢，啊、哦，我说怎么找不到哥了？90年代。哎呀，太好听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呀！嗯，哎、这不是又续上了吗？这不是？嗯，我这段时间那个嗓子小结，休息了几天。哦，这又续上了，嗯、又续上了。嗯，对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对呀，可不是的吗？可总算是瞅到我的亲哥哥了。我家人都老想你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太好了。那我用不用、来呗？回一个呀？必须的呀。我来一个啊，咱们给对面的家人们来一个年华一笑。哎呀，这首歌温柔呀，情似水呀，让哥哥给你们给玉帝哥哥点点关注啊。那我也配一下子吧，我不好不回一个呀。年华一笑，今朝浮云般山花儿俏，那是谁家女儿娇？
好嘞，这配合的太美了。对呀、啊，配合，咱俩要不是组弄个组合得了。行，我感觉可以。是不？我感觉 beautiful。啥时候去河南去找你，咱俩组合一下。好嘞。谢谢哥哥，嗯、哦，谢谢哥哥，家人们喜欢咱玉帝哥，给玉帝哥点点关注。咱们也给对面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大脸妹表演配合完美，特别好。嗯。哎呀，对对，谢谢大家，你看我们这边配合完美都霸屏了都。太够意思了。可喜欢可喜欢你了。服装挺拔的、好久没有连了，咱们俩最起码有半个月没连了。对呀，这段时间我中间有段时间不打不是没咋玩 PK， 后来我这嗓子不行了嘛，这不是 PKP 的吗 ？PKP 的我嗓子都小，嗓子都小结了。那咋回事 ？PK 能把嗓子给劈坏？啊，齐龙老师跟我说的呀，就那个塔手塔那个塔字最容易让最容易声带小结了。打对呀，打也是对呀，容易啊，打也是，那塔也是，所以我不是后来一段时间就没塔吗？就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好嘞，哥，那你配合挺好。行，那你就先玩儿啊、哦。那行，家人们给咱玉帝哥哥点点关注，哎、点点关注，谢玉帝哥。以后每天就连一下啊。好嘞，走了啊，嗯、玩一把，咱就是、哎、好嘞，换个小情绪、哎、是不？好，哎，好嘞，哥啊，哎哎，拜拜，哥。感觉还行，家人们，咱们就点个关注啊，带着大家来看一些小表演，热闹热闹。咱们开心开心，快乐快乐。感谢上榜的兄弟姐妹们，感谢刚刚给咱们助力的家人们，辛苦了兄弟姐妹们，谢谢我秋姐，感谢用户九七九九九九七几啊。你好悠悠。哥哥。哎呀。不是。悠悠又变温柔了，悠悠。哥哥，嗯，我很想看你擦玻璃。哼，老让人家擦玻璃，嗯，好害羞哦。求你吧，一哥哥。我想看你跳加特林。加特林不会，会抖。哎呦我的妈！会抖。会啥？会抖？会抖，对，是抽搐。哦，会跳抽搐舞是吧？啊，就是我会，我受不了，主要是。哦，好。嗯哼，你准备好擦玻璃了吗，玉帝哥哥？随时准备着，时刻准备着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今天好像很好征服的样子。哎呦我的妈！擦咱就擦呀。你擦我擦一起擦呀 ，OK， 来，咋的？玉帝哥哥，八分钟可以了。我带你玩个好玩的过程，你玩不玩？过程咋玩？你说。就是过程就是蹲着不许说话。那还是那好玩啊那。嗯，好玩。不好玩了。特别好玩，真的。不让说话多憋屈啊！一分多就能说了吗？不就不憋屈了？那万一我多不了你呢？不要怕，我没条件，我刚才上一把才打400分啊，行，怕啥？有希望了，来吧，那就八分钟吧。八分钟不够我展示的。这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嘞，八分钟来开始。哎、要多少是多啊？闭麦了啊！开始，我需要众筹。哎呀呀！对面怎么没声音了一下？谢谢谢谢，感谢芳芳的粉丝牌。擦玻璃最好看的就是对面玉帝。感谢粉丝牌的支持。他送的帽子是啥？感谢家人们，感谢。欢迎老李回家，感谢老李，感谢感谢。哥哥姐姐们呢？咱们大家伙大把手帮个忙啊！他怎么他老是写字呢？
唐僧师傅你也开播了，是的是的，这个猴啊八戒啊沙僧啊都开播了，我作为师傅我也来开开播吧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谢谢大家。反正我没见你赢过，你说这话，昨天晚上我是六连胜，朋友，这位这是什么羊了？利羊啊，还是树羊啊？大酒鬼，昨天晚上六连胜，昨天晚上六连胜。家人们，给我证明一下。兄弟姐妹们，能搭把手的话，搭把手。宝哥连一下，现在这不是没有时间吗？没有空吗？你让我连他，咱们跟他打 PK 呢，还是说连他以后咱们过去以后给他涨涨人气？您说哥，您让我连他的是跟他来 PK 呢，还是说过去以后咱们干什么，唱首歌是吧？好，行哥，行，下一把就连他好吗？我去给他表演一下好不好？我去给他表演一下好吧？行吧哥，谢谢我们的天山雪莲，不是蹭人气。行，我知道了哥，我马上去连他，待会儿啊，我一会儿给他去表演节目行不哥？我一会儿给对面去表演去啊。兄弟姐妹们，能搭把手的话咱们搭把手来帮个忙，人多力量大，兄弟们，人多力量大。有眼镜的话咱们整个眼镜。感谢上榜的兄弟姐妹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上山若水，感谢上山若水的支持，感谢家人们，咱们人多力量大，哥哥姐姐们每人搭把手帮个忙，咱们血条就上去了。谢谢我秋姐，感谢我秋姐的支持，谢，感谢秋姐，谢，人多力量大，兄弟们，咱们有希望能够拿下对面这个妖女。有希望能够拿下对面这个妖女，哥哥姐姐们，还有三分多钟。有小心心的话，咱们助力一个小心心；有热气球的话，咱们助力一个热气球。大哥大姐们，能帮一下的话，咱们一起来帮一下，搭把手帮个忙，一起来搭把手帮个忙，谢谢。我们的加成卡马上就会出现，咱们送一个小心心，送一个小心心。来完成咱们的加成卡。谢谢您的眼镜，感谢，谢谢眼镜的支持，谢。
谢谢大家送来的小心心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辛苦了，辛苦哥哥姐姐们，谢谢我们的上山若水，感谢我秋姐的支持，谢谢天山雪莲，谢谢明月，感谢河南人。加成卡挑战失败了，大哥大姐们，咱们众筹眼镜，有眼镜的话咱们送个眼镜，血条相差不多，哥哥姐姐们血条相差不多。谢谢徐姐，感谢徐姐的支持，谢谢。粉丝牌的支持，感谢感谢大宝哥，谢谢您的支持，谢谢。血条相差不多，哥哥姐姐们血条相差不多，咱们应该努力吧，会有希望的家人们，有条件的大哥大姐咱们帮忙偷他一下，还有不到50秒，50秒钟家人们，50秒钟咱们一起来守一下，一起来守一下，谢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我们的上山若水，谢谢，感谢上山若水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大哥，还有30秒钟家人们，还有30秒钟，10秒钟家人们，能守的话咱们一起来守一下，能守的话咱们一起来守一下，家人们感谢感谢，最后的7秒，谢谢我们的丁丁玲玲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上榜的大哥大姐们，谢谢上山若水，谢谢徐姐，谢谢秋姐，谢谢天山雪莲，谢谢我们的丁丁玲玲、明月、我爷爷，还有清音听风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辛苦了家人们，感谢有你，感谢大家，我的家人和兄弟，谢谢万语在心底，感谢兄弟们，我过的我最爱，我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请走开，不好的请走开，而你我永不改，好嘞，擦玻璃是吧，承认了，承认了，承认了，玉帝哥哥，没有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，大家方便的哥，让我们一起擦玻璃。你不要吓唬我！哎呦我的妈！弟弟哥哥，今夜不要错过了哟！好，等着我吧。
师傅疯了吗？后面的大哥过去给玉帝哥哥。师傅没有疯，是被别人罚的。咱们来跳一个擦玻璃。啊，没办法，家人们，咱们输了就接受人家的惩罚。我就走了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事儿，悠悠，再见。啊，有空一起玩，拜拜。哎。哎好，谢谢大家啊，感谢咱们上榜的哥哥姐姐们，让对面整点医药费。好吧，忘了让您去给他说一下去了是吧？连吧，你让他连我好吗，哥？你让这个谁，我找不着他的号啊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他的号啊。四妹小号，我连他。多少恩怨，几多坎坷，我连不上他呀。让他随风飘远。他在 PK 中啊。谢谢我们天后的支持。都想跟你学习了，谢谢你天后，我是瞎跳型的，瞎跳。与我相伴，连他。现在可以了是吗？他不接啊，他挂了呀。人生百年，取经样样精通。谢谢我们这位河南老乡。缘来缘去缘散，最后把他看穿，繁华人间多少恩怨，几多坎坷，峰回路转，让它随风飘远。啊，慈悲的佛，你把我呼唤，你让我在迷途知返，我不再贪恋，也不再纠缠，我放下了难舍的缘。连一下大圣阿俊，不认识。悟空说话，悟空说话不会。我不再贪恋那红尘的缘，让莲花它与我相伴。啊，慈悲的佛，你把我呼唤，你让我在迷途知返。我不再贪恋，也不再纠缠。谢谢点赞的家人们啊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咱们如果是初次相识的话，希望大家能够点个关注给咱们。走出黑暗，我不再贪恋那红尘的缘，让莲花它与我相伴。玉帝哥哥，姑娘，好久不见，越来越美丽了。玉帝哥哥，嗯，十分想念。那是啊。你在干什么，玉帝哥哥？我在等你的到来。宝哥，他不连我呀。等风等雨，等风等雨，等着你。对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呀哈。如老有啥好玩的吗？这回。啊。如老有啥好玩的吗？不是让你跳舞吗？我跳舞，那你能不能整点啥呢？你也一样，好不好？行啊，不是上次咱们扯腰还是？上次以跳舞切磋的嘛，这一局咱们还是以跳舞切磋吗？我扯腰。等一下再连哥啊，他都不连我，你说你让我再连他，
这直播播的，我去。好，咱就跳舞好吗？好，关。玉帝哥哥快崩溃了，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。对。悬崖勒马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感谢兄弟姐妹们，感谢点赞的家人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辛苦大家。咱们跟这位对面的假洋妞来切磋一下。感谢大家，感谢，谢谢我们连庄老店，哎，谢谢你。大哥大姐们，能帮忙咱们顶一顶的话，咱们一起来帮帮忙，来搭把手，家人们啊，一起来搭把手。小星星、小眼镜，帮帮忙给助力一下，家人们。有小星星的话，咱们整个小星星；有眼镜的话，咱们整个眼镜。人多力量大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齐心协力，肯定有希望能够拿下它。感谢我们的吉祥助我，谢谢我们的叮叮当、铃铃，感谢。感谢过客，感谢老顽童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老顽童，谢谢，感谢咱们老顽童的加油，谢谢你。还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能够搭把手帮个忙啊，哥哥姐姐们？对面的分数也并不高啊，家人们，分数并不高，所以说咱们齐心协力肯定能够拿下他。谢谢老顽童的支持，感谢老顽童，谢谢你。感谢咱们上榜的家人们。咱们也赢一把，家人们，咱们也拿下一把。感谢感谢，有小心心的话咱们多点几个小心心，谢谢捂着心说胃疼。有小心心的话咱们多点几个小心心，有热气球的话咱们送个热气球。谢谢叮叮铃铃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。感谢家人们的助力，还有一分多钟，我不连他了，宝哥不连了。就因为你让我连他，今天一下午的所有的节奏全部打乱了，宝哥。感谢老顽童，谢谢捂着心。守塔队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，家人们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五十秒钟，家人们，还有五十秒钟。大哥大姐们，如果能帮的话，咱们一起来帮一下，一起来帮一下。能守一下的话，咱们一起来守一下，家人们。欢迎我圣莲大姐回家。感谢老顽童，谢谢，谢谢圣莲大姐，感谢叮叮铃铃，谢谢你。还有二十秒钟，家人们，咱们守一下，咱们一起来守一下。能够搭把手的家人，咱们一起来搭把手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。
守住，家人们守住，对面分数并不是特别高，咱们稍微守一下，有跑车的话咱们守个跑车，有热气球的话咱们守个热气球，家人们感谢兄弟姐妹们，稍微守一下咱们就拿下了，家人们谢谢，捂着心说胃疼，感谢感谢家人们，感谢感谢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谢谢老顽童，谢谢丁丁玲玲，谢谢捂着心，谢谢王多兰，谢谢所有上榜的家人们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，感谢有你，谢谢兄弟姐妹们，感谢你们，千言万语在心底留下了泪滴，不论风雨再大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从来不离不弃，陪我迎来彩虹绽放的美丽，拉地上了，帮你掉了，帮你说说，下回看你跳舞，刮出牙跳，出牙跳。我会更加努力回报成。谢谢大家，玉帝哥哥。哎，我们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们速度完成好不好？我因为我手机我快关机了，我现在这个用转换器充不上电，要叫我憋死。好吧。行，我马上我都关机，个气死你样的。那要不然回头我再找你来受罚来。你快点吧，快点，别磨叽了。我干啥呀、啊？我给你表演一个，表演一个西门庆的眼泪。好，谢谢春天，感谢春天，好不好？好，关。表演一个。别。还你看惩罚还这么着急，你说孩子赶紧快点。来了啊。怎么样，连连？连连特别好。哎呀，特别的好乖耶！哎呀，哈，连连的声音这么好听吗？连连的声音，乖呀，真好。好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玉帝哥哥。没事儿，连连。你几点下播呀？你几点下播呀？应该五点半左右吧，嗯，我一会儿都关机，我也都下播了，那俺都退了，好不好？大哥是不是叫你连小猪嘞？你才播了多长时间呢？那不中线，没有一点电了，个七嘴娘呢？关机，马上关机。为什么关机又关机？他已经关机。晚上还播吗？晚上不播，晚上不播，谁可谁娘哎？就星期五了个七嘴娘呢，展馆都不让播，熊来播。嗯好吧，行吧。啊，那这大哥不是叫你连小猪的吗？去。没有，走了啊。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嗯。这洋人是哪儿的？
这洋人他是河南的，河南的洋妞。谢谢咱们上榜的哥哥姐姐们啊，谢谢大家。大哥大姐们方便的话，咱们来点点关注，给上一个支持。欢迎老李。给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我呢是一名演员，在直播间里扮演的是唐僧唐长老。如果大家感觉像唐僧，咱们就来点上一个关注，给主播一个成长的机会。感谢新来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唱一首歌曲送给大家，把这首呢比较熟悉的旋律《听闻远方有你》来带给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大家伙感受一下。愿歌声能够架起一座连接你我的友谊桥梁，让你一起感受这份温馨。听闻远方有你，动身跋涉千里，追逐沿途的风景，还带着你的呼吸，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，陪你走过南北东西，相随永无别离。可不可以爱你，我从来不曾歇息，像风走了万里，不问归期。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我还是那么喜欢你，想与你到白头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只为你的温柔。好听的话能不能来点掌声来给加个油，兄弟姐妹们来点掌声来给加个油，谢谢大家。听闻远方有你，相约在直播间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点赞的朋友们。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，还带着你的呼吸，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，陪你走过南北东西，相随永无别离。可不可以爱你，我从来不曾歇息，像风走了万里，不问归期。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我还是那么喜欢你，想与你到白头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只为你的温柔。宝哥我不连他了，宝哥我不连他了，宝哥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唐长老的直播间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如果感觉还行，咱们就来点点关注，家人们点上一个关注，给上一个支持，谢谢兄弟们。有歌
你好，嘿，兄弟，你好，你好，阿辉，好久不见你了，上哪儿去了？上哪儿去了？我这今天下午摆弄了一下午的电脑，而且整不好，新电脑装的声卡用不了啊，重新启动搞换这个，啊，整的把大家都，哎呀，都等得老着急了，哎呀呀呀。都等着呢，怎么还不唱呢？怎么还不开唱？对，都等着，咋还不唱？我也可着急了，我那急了一脑门子的汗，我那刚整好啊。好吧，嗯，唐僧来了，对，咋弄啊？咱俩怎么弄啊？咱俩都好弄，咱俩都是才艺主播，咱们就玩才艺的。好嘞，说了就表演节目呗，好吧？表演节目啊，嗯，咱们可以有。赢的一方来指定来表演一个啥？好，那就行。来，那就闭麦了啊。哎，好嘞，老。哎，好嘞。再次欢迎亲爱的朋友，大家的到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大哥大姐们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咱们一起来助把力。谢谢大家，感谢点赞的家人们，一朵情花开送给大家，感谢您的情谊无价，有条件的大哥大姐帮帮忙来送个眼镜，感谢朋友，咱们等等加成卡，一轮明月升起来，照在阿妹梳妆台，阿妹的心思好难猜，情都飞出了山寨，感谢家人们，一朵情花开来送给大家，咱们看能不能最后的时间冲刺一下，家人们还有一分多钟，大哥大姐们方便的话，咱们一起来搭把手帮个忙，咱们冲刺一下，家人们，谢谢爱你的人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对面就300分，咱们家就200分，咱们努把力，谢谢我们的丁丁玲玲，努把力肯定能够拿下他，家人们，谢谢我们的浩明，谢谢小姐姐，兄弟姐妹们，咱们一起来众筹一下，一起来搭把手加个油啊，哥哥姐姐们，一分钟的时间，咱们是有希望的拿下对面，欢迎守护，这套装备漂亮是吗？感谢你兄弟姐妹们，最后50秒钟，
最后五十秒钟，有条件的大哥大姐，能不能咱们众筹一个热气球，帮忙支持一下？众筹一个热气球，帮忙支持一下，家人们。有热气球的话，咱们送个热气球；有眼镜的话，咱们送个眼镜。分数不高啊，对面。感谢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萌凡，感谢萌凡的支持，谢谢爱你的人，感谢。谢谢爱你的人，谢谢你，谢谢您的大爱之举，谢谢。有跑车的话，咱们众筹一个跑车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众筹一个跑车，把对面拿下，咱们赢一把，家人们。守塔了，家人们，对面肯定要偷塔，家人们，守住，守住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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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当了个当当，感谢当了个当当，谢谢叮叮铃铃，谢谢六月琴，感谢当了个当当，谢谢叮叮铃铃，谢谢爱你的人，谢谢大哥，谢谢我们的萌凡，谢谢我们的浩明，谢谢玲丽，谢谢阿巴巴，谢谢爱相随，谢谢。感谢爱你的人，谢谢哥哥帮咱们守塔，感谢有你，谢大哥，我的家人和兄弟，千言万语在心底留下了泪滴，不论风雨再大，谢谢你，从来不问你，你就是站在我身后，谢谢。欢迎九念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朋友。待会儿咱们来个舞蹈啊！家人们，公屏上全体感谢走一波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你来唱。好嘞，家辉，那我输了怎么惩罚呀？惩罚你给我们唱一首啊！唱一首啥歌？有没有特别指定的歌？啊、游牧时光。好久不见，林主。啊？游牧时光。游牧时光。好的，嗯。再次欢迎九念啊，谢谢。咱们所有的家人们，咱们这个要给榜上的朋友们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然后你唱一个《游牧时光》，我给你跳一段。哎呀，那就才艺互换嘛。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《游牧时光》，看唐僧跳舞，家人们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唐僧给你跳一个，让你们大开眼界啊！《游牧时光》，我们听一下，家人们啊。好听，谢谢啊，辛苦了佳辉啊。我自己的流浪，换一个在你心里放马的地方，像那游牧的人们一样，把寂寞忧伤都赶到天上。我愿我所有的愿望追随你，走在每一个迁徙的牧场，像我放过的马儿一样，让爱的旅途都沾满阳光。是你在我身上刻下游牧时光，把心儿放
在你的歌声里飞翔。今夜对酒月亮，思念风吹草浪，有你一相守在身旁，我醉了又何妨。唱得美，唱得好，谢谢，太好听了，谢谢大家，再次感谢。哎呦，我来有请唐长老给我们也展现一段，跳一段仰，送给我们家人们，送给对面的家人们，让唐长老这唐僧妩媚一下。嗯，唐僧跳仰，哎呀妈呀！老乡，让我们再开一下眼界。我感觉你的混响啊，长度有点短，你应该加长一点。混响不够，对吧？不够。不是，这个有压缩啊，佳慧，可能是我这是最新版本的啊。哦。混响已经开了很大。好嘞，扬起来。哎呀妈呀！一说这个字，我都刺挠得慌啊，刺挠得慌。欣赏他游览来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他，是绵绵一段乐章多，想有谁懂得吟唱他，有满满一幕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。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不错，不赖啊，老乡真的不赖。但是，这个大家都把唐僧拼成一个妖僧了嘛？这不是、啊、妖僧啊！我这样打扮你们也能看出来我是唐僧啊。唐僧已经取经回来了啊，会变。会变身了，跟你说家人们啊，什么类型都可变，他可以跟孙悟空差不多的啊，七十二变都可以啊。要不然显得多么的单调啊，直播。对对对。哎呀，我就是太单调了啊，这感觉这个整不来啊，这没那个才艺啊，还是我家辉弟弟优秀啊。我要有直播间有你的唱功，我也不跳啊。不不不，佳慧谦虚了啊，佳慧唱歌也非常非常的棒，家人们啊，有自己的专属歌曲，叫《金蝉子》啊，大家可以去网络上去下载聆听啊。哎，好嘞，感谢感谢我的老乡帮我宣传歌曲。不是这个，真的是，我觉得认识佳慧是一种缘分，很荣幸啊，这个特别优秀，我们的老乡啊，大家都点点关注。好兄弟，好哥们儿，相互串串门以后。嗯，那好好，嗯，我就走了，老乡。哎，好嘞，佳慧啊，好，一路长虹，拜拜。谢谢老乡，感谢。师傅唱的比他好听，感谢你的夸奖，谢谢。咱们一起来在直播间里乐呵乐呵，开心一下，快乐一下，家人们啊！感谢刚刚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再一次感谢刚刚这一把大家伙的助力，叮叮铃铃，方便的话加一个粉丝团，谢谢爱你的人，谢我大哥的支持，谢谢哥哥，还有萌凡，还有用户朋友，感谢大家。
没有加关注的话，咱们加加关注，给上一个粉丝牌。谢谢吴大哥，谢谢大哥的支持啊！给新朋友介绍一下，我呢就是扮演的角色是个唐僧。我本身的工作呢是中国民间春晚主持人，北京卫视、辽宁卫视春晚主持人啊，也是呢这个佛音春晚的节目主持人，世界梵音大会的节目主持人。希望通过扮演角色的方式给大家带去一点欢乐，让大家伙找到一点乐呵。家人们啊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相聚在一起咱们就是一家人。哥哥姐姐们，如果感觉您面前的主播像唐僧，咱就来给个支持，给个加油。谢谢点赞的兄弟姐妹们，谢谢我们的爱相随。加油，好的大哥，咱们一起加油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每天努力一点点，幸运永可能会有一天会眷顾咱们的，越努力越幸运嘛。欢迎德德回家，感谢德德，谢谢你。给你点赞怎么不谢我？因为看不到你，因为你没有加我们的粉丝牌。这位开心是福，您咋地的在咱们直播间消费个一毛钱，咱们加个团好不好？您加一个小团好吗？结局未知的旅途，不管前方是悲是苦，我愿承受一刻。谢谢我们的一帆风顺，哎，带上马甲，哎，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因为来到刚刚咱们不是说嘛，不是一家人，咱们不进一家门。既然咱们进了门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所以说哥哥姐姐们方便的话，咱们就加一个粉丝团。下午想连麦，这个特别少连麦啊，连麦的对手特别少。晚上不一样，晚上咱们直播间是另外一种状态，比较热闹，晚上的节目比较丰富。光明道路，谢谢六月晴，谢谢啊，是吧，晚上比较热闹，下午干娘吧，人家不播你干娘吧，人家都不播你，让我上哪儿找他去？他下午不播呀，他晚上才播呢，晚上才播呢。欢迎吉祥助我，主播多大了？81年的呀，这不是陈老板吗？你好，玉帝哥哥。陈老板，今天这个装束很漂亮啊。嗯，我天天都这么漂亮，天天都这么帅。哎呀，这是靠脸吃饭的，不靠才艺了。偏偏还有才艺。嗯，太好了。你那是快下播了吗？对，我这是刚上播。刚上播啊？嗯，对，4:30上的，4:30。哦，可以。对，像那个，像咱们这个时间段，就那个，咱玩啥吗？下午这不是碰见你了吗？来看看，转转。对，因为下午很早，这么早，很少这么早播的，所以碰不到。哦，一天播一场是吧？没有，早上一场，晚上一场。现在早播早下，嗯，晚上约会，哎，挺忙啊，嗯，就挺忙。说了，那表演一个呗，又要直播又要约会，穿这么好看，就忙了，就表演一个呗，好吗？表演啊，好，可以啊。我也给你表演一个。好，可以啊，嗯，充实，对，姐比较充实，又直播又约会。说了就给我们指定一个表演，好吧？嗯，请好，可以可以。
那就闭麦了啊。感谢感谢啊，别急，唱个开场曲吧。开场曲是啥呀？哥哥姐姐们，咱们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把连麦了。大哥大姐们，如果哥哥姐姐们能够帮一手的话，咱们来一个完美收官。大哥大姐们，咱们今天的最后一把连麦，欢迎橙子，欢迎橙子。下班了吗，橙子？感谢兄弟姐妹们的支持，感谢大家的助力。哦，辛苦了，工作顺利，橙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咱们今天最后一把连麦了，大哥大姐们，咱们一定要来一个完美收官，拿下对面，咱们也赢一把，家人们。有特效的大哥大姐给咱们整个特效，有眼镜的话咱们送个眼镜。不好赢是吧？不好赢咱们就努力努力呗。万一有哪位天降神豪，哪位大哥大姐能够帮咱们一下呢？您说对不？感谢所有点赞的家人们，辛苦了家人们。能追多少咱就追多少，哥哥姐姐们啊，能追多少咱就追多少。人心齐，泰山移，咱们一起往上来追一追。感谢兄弟姐妹们的支持，咱们看能不能完成加成卡。谢谢我们的德德的支持，谢谢德德。待会儿有加成卡的时候，咱们的机会就来了，家人们。欢迎盛莲大姐，送一个小心心，家人们送一个小心心。对面都是上一号，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大哥大姐们，咱们今天的最后一把连麦了，能帮的话咱们一起来帮一手，来一个完美收官，家人们。谢谢兄弟姐妹们，送一个小心心，完成咱们的加成卡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加成卡估计有点危险了，还有十多秒钟。加成卡以失败而告终，咱们就众筹吧，家人们，能追多少咱就追多少。有眼镜的话咱们整个眼镜，有热气球的话咱们放飞一个热气球，有飞机的话咱们来一个飞机飞它一下，家人们。谢谢谢谢大家，感谢橙子，谢谢橙子给咱们画面，感谢你橙子，谢谢，谢谢橙子给的画面。还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能够帮一下？有希望，家人们，人多力量大。今天的最后一把连麦，大哥大姐们能帮帮忙的话咱们一起来助把力，哪怕是一个眼镜呢，家人们，咱们哪怕是一个眼镜。最后五十秒钟，谢谢六月晴的支持，谢谢你。感谢咱们点赞的大哥大姐，辛苦了家人们。还有二十秒钟，不知道有没有奇迹的发生。哥哥姐姐们能帮一手的话咱就帮一手，偷他一下。谢我盛莲大姐出手，感谢盛莲大姐。守塔家人们，守塔守住。谢谢橙子，谢谢橙子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橙子给的画面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
感谢兄弟姐妹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橙子，谢谢盛莲大姐，谢谢德德，谢谢六月琴、凌丽、用户570，还有蔡跳跳，感谢啊上榜的家人们，感谢大哥大姐们的助力，感谢有你，我的家人，谢谢和兄弟，千言万语在心底留下了泪滴。这个时候还没有去打牌，知道吗？已经逮着他，七点之后播就基本上逮不到他了。玉帝哥哥，你要给我们表演个什么节目呢？嗯，表演个啥？我想想啊，你来个喊麦吧，反差大一点。行。唐长老喊麦。行，可以。来一段刀山火海送给两边的家人。刀山火海，刀怒血斩孽雕，身豪迈冲云霄，火奔腾在燃烧，心气万丈涛，风吹不散云烟，花飘落在心间，雪滴落在天边，月好似天上星，踏天道废天地，斩冥王贵神器，灭海皇破天逆，孤身扛起这天地，猛虎啸龙虎腾，一把弯弓射大鹏，海无边山无棱，天下任凭我纵横，刀山火海为你闯，万箭齐发孤身挡，鲜血随风在流淌，刀斩断封神榜，霸天下战群狼，兵临城下又何妨，就算刀斩我胸膛，也要守护这城墙，血已铺满王者道，烽火狼烟孤身渡，披荆斩甲在守护，谁敢阻挡这脚步，为何脚步还未停，就是要那逆天行，纵观三千皇帝陵，谁敢与我并肩行，优秀。其实前两天我也在练一个喊麦，但是有点难度哦。他这个不是，如果说是不熟练的话，他就容易就是吃螺丝。对，是的。这个不熟练就容易吃螺丝，容易掉。对对对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，多才多艺。对，我们家都说和尚是个有才的，真的是非常多才多艺，能舞能唱能喊麦，还能表演各种角色。太感谢，这个是真正的展示他的才艺，而且还能给大家带来快乐，厉害。感谢。真的，他这个直播，他这个你们看他直播，真的非常的值。你给他刷礼物都非常的值，你相当于进一个剧场看看人家一个表演，他这个都需要买门票，哎，对不对？谢谢陈老板，真的非常值，感谢你。我是真心话，没有想着要捧你，一把都没赢过，一把没赢过吗？对，好，下次就是我祝你就是找这个能赢我一把啊。好, 好, 好, 好像你也赢过了，赢的不多。对，我说我今天下午没赢过。是吗？今天下午就一把没赢过？对。行吧，你光给别人家表演了，你就光给人家表演了，你就是。关键是人家喜欢看你表演，没办法，这才艺好。好吧。好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一场直播确实是辛苦的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好的，陈老板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嗯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谢谢咱们橙子最后给的画面，还有上榜的家人们、兄弟姐妹们。上榜赢了，上榜没赢啊，上榜也输了呀。哦，上榜啊，哦，就赢一把，就赢一把，嗯，啊，就赢一把，因为输的比较多，把那个赢的兴奋劲儿，把那赢的喜悦都忘掉了。谢谢德德，
出家人不能说谎，我也不是出家人哥，我就是一个演员，我是演员，我是演员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我不是出家人，大哥大姐们，不是所有的光头都是出家人，如果所有的光头都是出家人的话，到夏天的时候你一看大街上好多出家人都留光头了，凉快。我是一个演员，扮演的是唐僧、唐长老，哥哥姐姐们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你是欢乐喜剧人，对，就是认认真真给大家表演，给大家带去快乐，送去欢乐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家人们，大家也要吃饭了，我下播了，准备晚上节目更精彩。感谢所有深爱我兄弟姐妹们，等晚上的时候咱们再一起玩耍，好吧？我就先下了，家人们，谢谢橙子，谢谢爱我的人，谢谢我们德德，谢谢六月晴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下了，家人们，下了，再见。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，用餐愉快，家人们，用餐愉快，晚上我们再见，晚上再见，谢谢大家。